你养了几只猫？我现在还有三只。还有三只。之前养什么猫？对，你再看那个英短。我原来也有一只英短，是吧？但是对，走了。嗯，然后还有那个长得像狮子一样的那个缅因，缅因猫。哦，对，王一博最近也想养猫。对。为什么你们都突然想养猫？因为你来了，知道你来了。这问题我们只能这么顺着来了。是不是？一博喜欢帅的。只能帅了。哎，那你可以养一种豹猫，就是很大。对，豹猫是不是看见我喜欢那个？那有多大？东方短毛，东方短毛，六米多长，这么大一只猫，而且那个花纹像豹子一样。哎呦喂，有了它，有人被缝纫机了哈！这猫被缝纫机。豹猫啊，这么大个儿，哇，这么大个儿！一会儿我看照片了，就跟那个小豹子一样，眼睛还有拉链。我说那是东方短毛猫。对，东方短毛。然后你自己把它染成豹子皮一样的，怎么办？它是纯黑色，特别像个黑豹，黑豹，像黑豹，黑豹。那像前锋这样的比较适合，它这种肉墩墩的。你挺适合演缅因，养缅因，演缅因啊！下一部戏你演个缅因，养缅因啊！加菲猫，然后你跟它一起运动。也是啊，加菲猫都一动不动的在家里。